哥哥。告诉我，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人，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？告诉我，他还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怎么了？我的脚崴了。我家就在附近，你还能走吗？能。要不你今天就睡在这儿吧，明天早上再走好了。那就麻烦了。你和他说了什么？我的心愿。你的心愿是什么？请让这个女孩子的愿望都实现吧。赛中获得优胜，送给你。你们就是这么认识的？嗯，这两天就在海边和集市逛了逛。若婷，真的就是这些？嗯。不对，不可能。裴振东为了李贤爱，一直在调查三年前那场火灾的事。他不可能不问你火灾的事。怎么了，若婷？他问我了。什么？火灾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要告诉他。若婷，告诉他哥哥是没罪的。若婷，你听我说，没有人说你哥哥是有罪的，没有人。当年警察鉴定的结果，现场没有纵火的痕迹，那真的只是一场意外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可是他说他有一份材料可以证明哥哥是有罪的。若婷，你怎么可以相信他的话呢？我不知道他这两天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从那场火灾里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。浩哲哥哥，你告诉我，我哥哥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哦，他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么说，是裴振东在陷害我哥哥了？若婷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竟说些奇怪的话。浩哲哥哥，我现在有点累，我想好好睡一觉。好。
振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想知道火灾的事情，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？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那为什么要欺骗若婷的感情？我没有。你这么做明明就是在利用他。我没有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涂靖宇是不是火灾的凶手。为什么？为了贤爱，也为了若婷。为了贤爱，也为了若婷，也可以这么说。更是为了你自己吧。也可以这么说。如果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呢？我并不想骗你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实话告诉你吧，火灾当天我不在现场。那你在什么地方？这些应该是警察才有权利过问的问题。我要知道那场火灾的真相。我知道我没有这样的权利，但是请你告诉我。这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相。所有的一切都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好了，我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些的。那么你是要我不再过问这件事了？不错，我不会放弃的。